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在中午听我讲话就小声呢，是因为我儿子嘛，弟弟，因为这次刚买了新手表，我一家家藏起来，然后我会跟他讲，我有两个心跳，家家跟他讲，然后我就放 camera 在其中一个地方，我就把这个手表藏，那么所以我们就开始。给大家，我不要放那边了。我决定自己拿这个给妈妈，跟她讲介绍她的新手表。OK。弟，你来一下。我跟你讲一个。我想要拍一个 video， 介绍一下你的手表。你可以拿你手表过来一下吗？没有手表。你拿你手表过来，我要。等一下，你不要玩先，我要拍 video 先。我要看见我鸡巴先。好，不可以玩先。OK， 因为我要介绍你的手表。OK， 我要用来量心跳看。OK， 时间。时间啊。OK， 我跟他们讲一下，介绍你他的手表，你的手表，快点拿的。成功！所以我把那手表藏在这椅子里面，在椅子里面可以藏东西。他在讲的手表在哪里？有吗？我哪里懂你？你快点！OK， 现在。他找不到他的手表，我们看一下，他的手表在哪里？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刚没有拿。你刚才在找他手表？姐们，找不到，叫姐姐买了一个新的。哪里可能弄？99块吗？你先找先。找不到就可能那边那个。这有吗？喂，不要玩。那就没有。我现在是打不掉。别走。OK， 我们是。你干嘛坐着？讲吧，啊。讲吧。买了一个新的。那你可以。可以，99块吗？你呀。那你可能，对，你要给我讲，然后你要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嘛。It's a ring. It's a ring. 什么 ？Ring 你，我手表藏起来了。嗯。It's a ring. 这边。这边呢、啊。Hey, it's a ring. 妈妈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未来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要 like 还有 subscribe， 还有 share。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吧，拜拜。有人 share 的喽。